又是一天，先测体温。酒店网速很堪忧啊，时快时慢，经常断连，平均不到100K 吧，偶尔会高一些。来送早饭了。今天的早餐还是粥、咸菜，一个每人一个鸡蛋。没有带刮胡刀，第一次学习用好像这修眉的小剪刀刮胡子。乖乖的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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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今天做完了，今天做完了啊！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别哭了。显得效果还可以吧。送中午饭了，送中午饭了。哎呀，终于盼来了，饿死了已经。隔离第三天，终于有肉了。今天是炖的鸡肉土豆。今天的肉好吃吗？还没尝呢。哦，那你快吃，把肉都吃掉。这是皮。小朋友，今天还哭吗？看看你的嘴巴行不行？今天再不捅鼻子了，行不行？再看嘴巴，张大嘴巴。那对，这就做好了啊，张嘴啊。张大嘴巴，你手下来，张大嘴巴，往前靠啊。啊，发的声音，啊，好。政府给孩子调配了一些小零食，值得称赞。吃完饭听到敲门，又给送了两瓶水，一个八宝粥，两袋红糖，还有中药，中药就算了。窗外依然是这么冷清，平凡的一天又过去了，明天见。